兰大道成员之原味的传统茶饮，那都是来自不同的店家。那我不会跟你说哪一杯是什么茶，就是希望客人可以透过像是颜色啊，或是嗅觉去，去猜猜看它是你印象中的什么茶饮，然后自己去排出你想要喝的顺序。那就像那因为里面有一杯是苦茶，所以我们会附鲜大糖让各位解苦。那就是透明的这一杯呢，是大家比较会不知道名字的，那等一下我也会帮你们解答。那等一下我会先问问看你觉得是什么饮料这样子。那所以就是顺序不用按照这样子排列，就是可以看你们自己想要怎样的体验。先要烤这个，看这是什么，海天或是像就是潮湿的味道，对，那它其实是地骨露。地骨露，对，是喝干嘛的？地骨露它其实是也是清凉解热，然后对皮肤很好的。那它是用枸杞的根去蒸馏出来的，那它也是一种药材，所以它喝起来就是会像可能草布那种感觉，对，根的味道，所以它就是大家也会觉得不是很喜欢的，但它其实是那个年代的运动饮料。对，那一般外面在卖的话，其实现在也很少见的，就是只有在梨化街，你们知道那个清朝的那一条街跟万华清朝巷，他们就是蛮多家会卖地骨露。那外面卖的话，它会加蜂蜜，所以会比较好喝一点。那这个就是它完全原汁原味的味道。谢谢。